好，感谢大家的六啊，感谢大家的六啊。大凡可能现在看不到满屏的六啊，我可以用嘴告诉他啊。这个长管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啊，不管是什么话，解说声音有点小，他们说解说声音有点小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还是选择了一个城管，大凡的话这块还是选择了大凡常用的波的。好，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哎，直跳扔一个啤酒瓶，好漂亮的防空，哎绊倒，但是没有追上。哎，打一套缺乏，双手一直在摸奖，他那个双手的意思就是想等对面乱动，然后摸到你之后符合上一套指令再摸奖。好，双方都非常的稳重啊，前前没有打到，第一拆头。好，这个咱们那个兵哥来了，下去偷吃了 两口蛋糕又上来了啊。那个圣诺提供的蛋糕不错的，圣斗士的圣，承诺的诺啊，我这个广告卖完了就走了啊！走了。那不行，要解说完再走啊！啊，这时候一个防空，这个连段出现点失误。龟舍的城管刚刚把阿包打进了败者组，漂亮！那看大凡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技巧？这个后有点精髓，一般情况是哇，又打到对面一个违法。大凡偏离法的这个复合很漂亮，就是自己跳重攻击的时候复合指令头，如果真的有违法的话就投掉了。漂亮，哎，打倒，哇，跟上一套小连段，前前再打，这时候这个城管有点发呆的意思，哎，再来一个跳水，起身怎么得？又是一个指令头，晕呐，漂亮，应该能带走，没有，差一点，你看波迪这个，漂亮，直接打 P 了，大华的气势上来了，直接打了一个 P， 再把边一波压死。这个 Freezer 的城管 This is the sixth win for players. 没所有你帮我顶吧，是我先去吃蛋糕。来原来打六六六看完一灯马上有人顶班了，感谢大家的666啊。好，现在什么个状况了，这是现在大凡1-0，直接带点刚才下面睡了一觉精神好了是吧，对好，精神好了，然后就开始。好，现在是大凡，现在是1-0领先这个国际友人。哎，这时候跟着易拉罐走，安全。哎，正手摸奖，这个摸奖摸得非常漂亮。其实我感觉城管打这个波迪不是非常有力啊，我感觉。但他那个就是空中那个踩之后，那个波迪下中拳都能打对的。对对。波迪那个下装拳比较厉害。但是波迪被压的话是非常难受的。对，你看主要是把城管压在角落里，城管非常难受。哎，漂亮！哎，这人下应该是没抱出来飞。现在，好，现在大凡没有气了，然后给了个易拉罐。哎，又打一个违法，哎，下直接打一个下段，他起身可能要抢那个四神星鸟。他起身那一下的时候就。因为血太少了，就有时候会慌，可能会那个，可能会稍微抢一下，对。万一我抢了，然后局势可能就会改变，对。其实有时候大家觉得最后一丝血那一下就是猜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说50%。那个啥，你看刚才那个城管反应非常快啊，对。解一发过来瞬间之后，直接拿出那个滑铲，智商滑铲去对策。啊，这个肯定应该是原感觉了。哇，又想抓一个人头啊，直接飞带走，你们来到一平。这个非常的厉害，他那个在那个我们的排位据说也非常好，就是那个排位。你看第一局大凡一直在抓，然后第二局他就是在一局的情况下就能找到对面的情况。对，然后现在看看那个大凡能不能找着那个及时找着对策。对。
这个城管目前啊是我现场见过最强的城管。对，好像是那个现场也没有几个用城管的吧。不是，就是说那个，看我这怎么总说三恭喜过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这个是吧？突然感觉就是，不是你这有俩人家也是最强的。对啊，对，有俩也得决出来一个，对不对？那要是一个的话根本不用决，是不是？一个也是最强啊，就是我了。你用城管吗？你还不用城管吧？一个也是最强，就是他了。啊！好，这时候再扔易拉罐。很强啊！哎，刚才大凡选择了逃跑，去那个压制啊，当然结果那个城管直接起跳了。你要是在那个位置等一下，相信咱的话，估计这个城管会非常难受啊。还漂亮的对冲！好，一阵风吹来了。哎呀，这时候踩倒了，城管要进行压制。好，这时候又乱动。老维。哇，这个是抓到了习惯，直接一个跳水，漂亮！大丸的赛点，这个跳水特别难反应。对对对，现在大丸赛点了，大丸不要慌啊，大丸千万不要慌。好，双手再摸奖，没有摸到，双腿劈一下，哎，没有抱到，这个抓。他那个抓，他那个实体感觉，然后这个正好是看起来闹那个那个罐子，他会中。那现在情况就是想金身的话，他就只有这些惨。你看，你看刚才大妈听到我说的话了，他给了易拉罐的时候，情况要稍微等了一下。哇，这个漂亮，钢血量非常足。现在情况绝对不敢动了。啊。啊，这个下中手防控真的太好了，好，再打一个普通头，哇，666666666，好，大凡这个非常有气势啊，我感觉大凡应该在旁边。大爷都挂个那个威力王的牌啊，他应该举个牌儿。对，他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圣者组吗？他是在圣者组出现了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咱们看一下那个对战表。